来到美国，然后好不容易找一个公司上班，然后那个公司去上班的时候，英文很不好嘛，那个老板，外国老板就叫我去买一个叫做Aspirin，让他头疼嘛。那我也没吃过Aspirin，也不知道什么叫Aspirin，那我以为是ice cream，所以我就问那个秘书要什么口味的，他说没有啊，就一种啊。那我就下去以后就买了。同样一种的 ice cream 买了几十个，就买回来给秘书看，秘书都快昏倒了。他说我是叫你去买 aspirin， 不是叫你去买 ice cream。你就知道那个英文不好真的很糟糕。